哇，好漂亮的透明翅膀，像水晶一样。请救救我！你怎么了？不舒服吗？哎呀，黑丝袜勾到树枝啦！请救救我！哦，我的生命已经快到尽头了，怎么突然这么严肃？怎么会这样？生病了吗？我们水晶蜻蜓的寿命只有八个月，我想问你到极限了。有种亲民的感觉，我真的觉得你非常帅，谢谢谢谢。亲民是有啦，帅帅不帅就看观众们怎么定义啦。该怎么办才好？不能就这样死掉，我去找人帮忙。不，没关系，蜻蜓的生命本来就很短暂，只是在我死前还有个心愿。哎呀，黑丝袜被勾住啦，帮我把它拔开吧。我从来。哎呀，糟糕啦。看到这一句有一点糟糕糟糕，听说恋爱是很美好的事情，如果没有谈过恋爱就死去，会不甘心的。哎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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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呦，我还是小孩子哎，果然是强人所难的。我知道了，就让我抱着遗憾死去。哎，不要啊不要，哎不要不要不要不 要，我答应你，可是我不知道。哎呦哎呦，我不知道恋爱该怎么做。首先呢，算了，还是不要乱讲说好了。谈恋爱很简单啊，首先需要一张床，然后在上面睡一觉，然后隔天精神的饱满出门。你们以为我讲床是要讲什么是不是？色，你们太色了。看一下哈 ，Oh my god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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等一下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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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一条这么刺激吗？我看，哇，这等一下这太 over 了吧，真的很 over 哎、欸。Oh my god！ 据说两唇交叠的瞬间，彼此心意也会相通，是相恋者一定要做的事情。对啊，我没有玩过这种养成游戏啊，很少哎、欸。Oh my god，MH 这 MH 这一次真的是尺度大开哎、欸。可是我们没有相恋，这样也可以吗？相爱没有那么容易，我不管。哇，糟糕！我现在脸是不是很红啊？靠，看一下，还好还好，灯光下你们看不出来。好吧，不过我不会接吻。首先呢，双手轻轻的搂住他的腰，然后身体往前贴近，然后你的眼睛要直视着对方。当你们亲下去的时候，鼻子一定会碰在一起。这时候呢，感受对方的身心灵，你就会闻到很香的法香，然后你就升天了。水晶蜻蜓一直往我的脸靠近，忽然间，我的额头被弹了一下，哎、欸。为什么要弹我额头？哎、欸！退钱！退钱！退钱！哎，你骗我的，可是你不是快死掉了吗？我是吓你的，我是水晶蜻蜓，不是一般蜻蜓，才没有那么容易死呢，笨蛋。哦、oh, ，好难过哦。哎、欸，我刚真的以为他们要亲下去了、欸。哎，等一下，不行不行，我明天一定要跟那个，明天一定要跟那个开发者好好讨论一下这件事，莫名其妙。